舞台是那样有魔力的一方天地，幕起幕闭，灯光明灭，尘世在一个瞬间轮换了天地。不变的是唱曲人对理想的坚持，对美好的向往。在侯学军演绎的众多角色中，侯学军最喜欢秦探中王奎这个角色。他说，这个人物不单纯，他有悠闲自得，有悲情伤怀，有点做贼心虚，又有些自我安慰，各种情绪的叠加让人物非常丰满，非常真实。其实侯学军的每一个角色都会给人感同身受的真实。1999年，北京越剧艺术研究会在会长丁苗芬的率领下奔赴上海，北京越剧第一次在上海亮相，侯学军也第一次登上了大上海的舞台。他以译者宝玉哭灵拜在了越剧名家徐玉兰老师门下，并得到了徐老师的亲自指点。同样也是在这一年，在越剧的故乡浙江嵊州举办的首届全国民间越剧节折子戏大赛中，侯学军以译者断桥征服了观众和评委，抱回了金灿灿的金奖奖杯。对于一个北方的越剧票友，这一连串的经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，而当他们真的发生了，对于侯学军本人意味着什么，对于北京越剧艺术研究会意味着什么，对于北京越剧又意味着什么，似乎都已经不言而喻了。
玉儿，宿命天谴，你再也找不到我。有人说，艺术把有着共同热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，他们一起走过岁月，走向希望的彼岸。侯学军所在的北京越剧艺术研究会，正是这样一群有着共同热爱的人们汇合成的集体。2003年，北京越剧艺术研究会在会长丁苗芬老师的领导下，排演了越剧轻喜剧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这是越研会的第一出原创大戏，对越研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剧目。此时的侯学军已经积累了多年的舞台经验，无可挑剔地担纲了该剧中的一号角色唐伯虎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，
在接受专业化排练的几个月时间里，他看着丁老师带病坚持排练，看着会里的每一位成员为了这出戏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，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集体的力量，感受到剧团的存在，感受到舞台华彩背后的那份执着、酸楚与奉献。也许正是这个集体带给他太多的感动，于是每每面对南方的一些专业或业余剧团的盛情邀约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，我觉得北京这个业余剧团更需要我，我不想让老师失望，不想让长辈们失望，我不愿离开一起在舞台上的这些伙伴，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给了我无比温暖和快乐的大家庭。我爱北京。月夜深。
Yeah.
死不渝。
起来，起来，多谢亲家。